我这些年一桶经历了不少事儿。下午再钓。下午的收获啊，太伤人了。毫无保留的把心放出去，那个就害怕有一天，这个里面还有一个人疗伤。这箱子里面还有，有些事儿，有些人，你放得下吗？这小米洛啊，回鱼一尾，放不下也得放。哇，方明英上鱼了，上大鲈鱼了，来露个头看看你，多大？哇，你 B class， 期待小米洛继续上鱼。碗口穿个机要到了啊，猎物那边也上了啊，猎物小米洛，我这些年。